三号是你的生日十六，十六啊啊十六，八月十二号是你的生日啊，十六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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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月十二号啊，十六多少了？八月小时今天给小时做的美容，你看，给小时做美容，你俩让小时打扫起来，打扫干净之后也挺好看，关键是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啊，给他整理干净之后也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关键是你看这三天新鲜，三天新鲜，三天之后就成那个泼妇了啊。 No No 老师好了啊，接下来还我四哥，看看我四哥能不能找着啊，家人们啊，四哥呀，你坐好了，四哥坐下，四哥坐，能不能找着老师，老师坐好了，能不能找着？老师有信心吗？老师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啊？老师有信心举手，老师有没有信心？老师有信心举手，举手，四哥，哎，有信心呐，那必须的，四哥啊，必须的，四哥啊，来，我四哥有信心啊，家人们，看我四哥能不能找着啊？咱们拭目以待啊，家人们啊。咱们拭目以待，来，四哥进来，四哥来，四哥进来，四哥进来，来进来的啊，四哥闻一下子啊，闻一下子啊，这有零食，哎，闻一下子啊，四哥啊，好看四哥能不能找着啊，四哥这个状态很好，咱先别管好不好，咱先看能不能找着再说啊，家人们啊，都说我四哥行，看四哥到底行不行啊。藏在沙发的这个位置，家人们，啊，咱们拭目以待。来，四哥来出来吧。我四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找到了这枚零食，给我四哥来一个。十分，家人们啊，这是给十分吗？家人们，你说给多少分吧？家人们，你们说给多少分吧？啊？听见了，你这太抬举我四哥了啊！我四哥就算听见了，他肯定也是听不懂的，家人们啊。四哥就算听见的话也听不懂，感谢你高抬我四哥懂汉语啊，汉语十级啊，四哥呀，啊。恭喜我四哥汉语十级啊，听懂了你老爷说什么啊，四哥你真牛啊，偷看了吧，四哥根本就看不着，家人们啊，老四根本就看不着，来，那你不说看看，那你不说看看，行，你看看就整我不说了，接下来这么的，我欢迎迷糊行吗，我欢迎迷糊，我告诉他。我告诉他放哪儿了，你看迷糊能不能找着，行不行？我大声告诉小迷糊说，我是放沙发上，你看他能不能找着啊，行不行？在笼里看到了，迷糊也可能看着，来，接着欢迎欢迎迷糊，家人们啊，接着欢迎迷糊啊，家人们，咱东北辣白菜啊，16.9元三斤辣白菜，有需要辣白菜的待会儿可以去拍的，咱东北辣白菜，来过来，来四哥来，四哥来，有想买辣白菜的啊，家人们可以拍单辣白菜啊，老四给你媳妇进一个屋，石亮老四进去，好，老四进去，给你媳妇进一个屋，好，接下来欢迎，哎，这么的吧，我告诉老大，欢迎老大吧，来，老大来啊，我欢迎老大吧，家人们啊，我让老大找一下试试啊，好，咱们看迷糊能不能找着啊，
牛过来，明儿来，过来，明花，好啊，牛过来，明儿，你过来，明儿来，过来，来进来，来进去，明星这里来，明星进去啊，闻啊，闻闻闻一闻明花啊，闻一闻啊，这个小零食啊，闻一下子啊。明花肯定能找到，换地方，换地方那不就不公平了吗？家人们，你换地方不就不公平了吗？你其实吧，家人们，我家狗他们如果真能把地方给记住了，我跟你说，那才是正儿八经的聪明，知道吧？你不要考验他的智商，知道吧？你把换给他换地方，那不就不公平了吗？那别的狗都在这找，那凭啥迷糊上别地方找去啊？对不对？来，迷糊搜，你看比老四他妈找都快，你整的啊？比老四找都快，整的。妞啊，你能不能你找一找之后你才，你怎么一点难度都没有呢？这整的啊！换个地方再尝一次，来，我给你们来，妞来，妞过来，妞来，妞进来，妞进，妞进，妞闻一下子啊！我换个地方再尝一次啊！看小妞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换个地方再尝一次，老铁们。换什么位置呢？我换这里头，我换这里头，换这会儿行不行？啊，换这会儿啊，老铁们，看你明白能不能找着啊？我从这个地方换到这个地方，啊，小明啊，老爷放在另一个沙发上了啊，你在另一个沙发上找，一二三，出来吧，另一个沙发上，明花。你看明儿能听懂吗？搜明儿，搜。迷糊真是找啊，迷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是真是找，他找着了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找着了啊，但是俺家小迷糊是真找啊，老铁们，他把这整个沙发从底下到上面都给你翻个遍呢，是不是家人们啊？小迷糊把这个沙发左面、右面、上面、下面给你翻个遍呢，啊？小明是真是在找啊，老铁们，别的狗可能在懵，家人们，但是俺家小明在找，记住地方了。来，家人们啊，接下来又往家塞吧，家人们，小明，你说给几分，家人们？等会儿啊，家人们啊，俺家小石榴能不能找这个小零食啊？小石榴喜不喜欢吃？石榴做好了。其实俺家小石榴挺好看啊，家人们，来，好看归好看，看小石榴有没有才艺啊，老铁们，咱看小石榴有没有才艺啊，石榴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石榴来，跟我走，走走，石榴来，走走啊，石榴，你闻一闻啊，来进来，石榴来进来，我要把这个零食啊，石榴，哎好，我要把这个零食，我给它为了藏起来啊，你找一下子啊，好，藏哪儿呢，家人们啊，很简单。藏一个每一只狗狗都能找着的位置，家人们，我就藏在这里，我就藏在这儿啊，而且呢，家人们，我藏的还不深，看着吗，家人们啊，看一下小石能不能找着啊，石榴搜，找不在哪儿呢，搜啊，搜石榴搜10分满分。
能给小石榴打五分了。现在如果能找上沙发的话，就能给他打到六分。如果能翻沙发垫子的话，就能打到七分。如果找到的话，就给他打十分。石榴搜，石榴搜，搜在哪儿呢？搜，石榴在哪儿呢？石榴搜，搜搜搜搜搜，喂喂搜。不是，我发现干啥呀？你们几个能不能一会儿再那个啥呀？一人展示一次不行吗？迷惑和 seven 的你俩这么能叫唤呢？你俩石榴搜搜在哪儿？石榴石榴搜在哪儿？石榴搜搜上，石榴上去，上去。他好像闻着了，他好像闻着了，石头闻着了啊。石榴，石榴搜搜搜搜，继续搜，石榴搜搜在哪儿有？搜搜搜搜，哎呀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石榴啊，哎呀这小石榴真聪明。家人们，小石榴给几分？是不是他自己找的？没给他任何的指示，家人们啊，没给他任何的指示。好，接下来老铁们，接下来你们咱们把接下来家人们啊，你们说让谁找啊？你让你们家人们让谁找，就是这个狗狗，就是你感觉他找不着的是哪个狗？家人们接下来欢迎谁？十分啊，小石榴给他十分。